来岁呢。对，你削了多点儿。残干，就他就爱人卖瓜，就爱人，人爱人一直在。好嘞。谢谢您大爷。不用不用，哎，不用不用了，不用拿走吧，拿走啊，你。谢谢啊，行行，谢谢，太谢您，太谢您，那个留个联系方式，留个姓名吧。太子把这瓜切开一个看看。放胡辣椒糖了，再给你加豆腐泡水，挺有意思。挺狠的。嗯，你架势挺狠的。直接就是做好思想准备，脑子里就是就那种就比所谓的那种什么晴空霹雳那种咔咔的那种声音，脑子就给崩了一样。真我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我老公也家里都生死，然后在我有病期间我老公对我那么关心，我觉得我没有任何能报答他的，我唯一能报答他的就是你和他离婚，然后我自己就是慢慢的离去。他不想拖累我，但是我作为一个丈夫，难道我能放弃我自己妻子，让我妻子自己去面对死亡吗？我们夫妻之间在结婚的当天其实都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管你富贵贫穷还是疾病，都会相互携手坚守在一起，白头到老。那我知道都摸过了，你就别再搁那吃牛肉。我过年都。消息是吧？